一种国际化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就是讲英文的方式，能够让所有的就是外国人、西方国家的人都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就是博大精深的水墨绘画。传统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，也很博大精深，但是我们作为现代的就是年轻人，应该更多的是去学习传统，然后去继承传统，而不是去一味的模仿和复制。